让我决定要租这个房间的一个非常大原因就是要 Cindy。哎呀，真有今天哟！各位观众，我搬家了，马上就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新家到底长什么样子。首先刚进门呢，这边就是上一个房客他留下来的鞋柜，它是一个比较浅的原木色，再加上白色的柜门，里面有非常多层，所以感觉应该是可以放一下鞋子没有问题。然后上面呢，这个也是我当初决定要租的其中一个原因，它可以马上跟楼下的人进行对讲记忆的部分。然后从这个萤幕上面还可以看到在门口的人是何方神圣，所以不知道为什么还要留一罐牛奶在这边。然后进来之后呢，就是整个房间的全貌。这次我又一样是租大套房，在我的有限的预算内，遍寻了非常多我希望可以隔间的房子，但是真的都超出预算，不然就是真的太老旧。这个地方呢是预计的一个客厅区，空荡荡的，但是有附茶几跟沙发，然后它后面有那个 IKEA 的贴镜，我有点想要把它拿掉，因为我有全身镜。然后再来旁边就是一个床头柜，三层床头柜，非常非常常见，有收纳式的床组。不过它有点可惜，就是它的床不是掀床，因为我现在的房间是掀床，那里面呢就是一个我专属的收纳箱，大概藏了一整个银河系吧。那现在没有掀床了，我就要想办法把那个银河系就是四散在房间的各处。再来呢，就是房东附的一个衣柜，这个柜子真的是不 OK， 而且上面有一点灰尘还是发霉，我不太确定。之后要来大清理，而且我有点想要买贴皮把这个深色的木头盖住。然后再来就是它有一个窗台，这个窗台啊，前一个房客他们也有养猫，然后据说他们会让猫咪在这个阳台上面晒太阳，所以以后豆奶有福了，因为他在我们的旧家是完全看不到窗外的，非常可怜。让我决定要租这个房间的一个非常大原因就是，噔噔，小厨房。这边应该是一个阳台改建的厨房，保留晒衣服的部分，厨房就是有对外窗，所以油烟就可以往外送，然后它有副门把它盖起来，就不会跑到房间里面。我的旧家是没有厨房，我们是自己很困难的搭出一个临时小厨房。现在呢，它就是有一个完整的琉璃台面，然后还有这个电磁炉，下面有橱柜可以收纳，小家电就可以放在窗台这个部分，非常完美。再来呢，就是整个房间的最后一个地方，噔噔，浴室。现在正在洗衣机，所以非常的吵。这边就是浴室的部分。那浴室的话，我觉得它最棒的就是它有干湿分离，干湿分离真的超重要哎。现在住的地方是一体成型的，每次洗完澡就是整个马桶啊、镜子啊、洗手台全部都湿了。它现在这边有干湿分离之后，就不用担心有这个困扰。因为我看很多房东都喜欢在浴室里面放洗衣机，但是它又不是干湿分离，在我们不是边洗澡然后边触电的那种感觉吗？大家应该有看过我旧家 room tour 吧，虽然没有到非常详细的介绍整个房间的格局，但是可以看到我就是一个超大的套房。虽然现在这个也是大套房，但是它在很多地方都是有比旧家做升级的。第一个就是它变成了一个电梯大楼，我觉得电梯大楼真的是北漂这七年以来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，因为第一个你搬家的时候那个搬家公司可以少算一点，对啊，他们也会搬得比较轻松啦，然后你自己搬的也会比较轻松。再来就是如果以长久之计的话，你每天这样子一直上下楼梯，其实对膝盖也是挺负担的，然后如果是电梯大楼的话就不怕有这个困扰。5楼以上的住家最好都一定要有电梯，不然真的是会爬到怀疑人生。再来第二个呢，就是因为它是电梯大楼，所以它有管理员，再加上有垃圾代收的服务。我一定要先鼓掌3秒钟，因为我的人生终于不用再追一下追邮差，又要追包裹，又要追垃圾车。有了管理员，有了垃圾代收之后，我就只要搭个电梯下楼，我就可以取回所有的我需要的东西。管理员蛮热心的，他们如果收到包裹会帮你放在你的家门口，就像韩国的那种外送快递员一样。我真的觉得哇塞，也太贴心了吧。再来第三个呢，就是它有小厨房。我真的觉得厨房很重要，因为我现在住的那个旧家它就是临时搭建一个厨房，我们就用 IKEA 最便宜的那个白色桌子的桌面来做，但是呢因为它的桌子就是一层薄薄的木皮嘛，所以呢它只要受热再受潮湿之后呢，它就会开始膨胀，出现起泡甚至破掉，所以它现在那个整个桌面是凹凸不平，对，我就觉得料理起来非常的头痛。那现在就有一个完整的琉璃台，而且还有一个电磁炉。那再来第四个呢，就是它有干湿分离。哇，我觉得干湿分离也好重要哎，从第一个到第四个都非常重要。就是干湿分离真的是可以让整个浴室不要那么容易有水痕、水渍或是发霉、有臭臭的味道。虽然它有点可惜没有对外窗了。再来第五个呢，就是这间没有过度装潢，它只有非常基本简单的家具。
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就是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做大改造啦。订阅追踪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之后就不会错过我 room makeover 的影片。再来就是这边的缺点了，我觉得缺点的部分最大第一个就是它没有阳台，因为它把阳台变成厨房了，所以它就只有窗台可以晒衣服。但是像我这种很懒惰的天秤座呢，我就很喜欢一次堆一两个礼拜再一次拿去洗。现在的洗衣机是够大，是可以一次洗那么多啦，但是没有那么多地方可以晒。以前是有一整个阳台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现在就只能认命的，可能三四天就要洗，不然就是我可能要在家里晒衣服，这是最大的一个缺点。然后再来第二个缺点呢，就是它的冷气，它的冷气是量型冷气，所以它的声音非常大。你们现在听这个环境音，我不确定你们听不听得到，它就会有个的声音。有跟房东反映过，房东是说他才刚买没多久，所以他不是很想让我换掉，好吧，还要先观望一下，先住下来看看。租房子真的需要一个什么七天鉴赏期之类的，当旅馆饭店那样子，然后看看是不是真的很符合时宜。毕竟你看又不可能从早到晚都在看同一间房间，所以你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很吵，或是有什么屋漏偏逢连雨的奇怪的，你知道小美感，真的是支持租屋一定要就是七天鉴赏期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这个新家 road tour， 带大家稍微看一下我新家，还有我就是做一点小小的租屋的心得比较。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呢，别忘了帮喜欢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更新通知，然后也不会错过之后的这个 room makeover。 我真的很期待这间房间可以就是大改造，因为其实它的基底是不错的，但是我想要让它变得更好，变得更韩系小姐姐风。那我是 Cindy， 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